球，哇，净算加罚，这球怎么弄进去的？他要跟钱肯尼击掌，钱肯尼是把手给拿开哦。谁要跟你击掌？对啊。周文鼎这边要直接单打碰碰，左手的小勾射。你刚刚帮慈伯恩上课嘛，现在换我了，学长来帮学弟出头。好球。五方再给到蔡文成，有想上，不过球还是摆进去。蔡文成今天的得分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用下球的、啊，哇，这个空手跑位之王啊，真的。而且他对篮筐的敏锐性非常好。哇！第四节的。精彩得分，哇，这个两边的阿美族战士的对决还是精彩好看啊。张宗宪带球切入，面对王国志的厚度啊，并没有那么容易过。吕振荣前场快攻三分，南国好帅啊，35分的得分，单节第四颗的三分球，港都雄鹰沸腾了。对，篮筐超大，大号三分球，来做检讨、开会跟修正。单手扣篮，这场比赛的第一次扣篮出现了，是36岁的吴岱豪。港铁，港铁。